环境部机车减碳补助办法和经济部。最高补助可以到19,300元哦。那除此之外，你还有机会抽中我们10,000多块钱的这个电动车哦。那在这边还是希望我们乡亲哦，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因为呢，我们过去老旧的一个车子，实际上彰化县有83万台的一个这个机车，其中有15万台都是年龄稍微高一点。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的方式，鼓励我们乡亲利用机会来换下车子，那达到我们这个更好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效果啊。那欢迎我们乡亲把握机会。那也要谢谢我们代理市长跟所有的这个机车同业工会大家的一个用心哦。那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检查哈。那也希望说，应该要检查的乡亲要及时去检查哈。那另外的话，希望有不好的空气，让大家一起有机会把握19,300的这个优惠，过来快点换我们的电动车。因为呢，老旧的车子它排放这些污染源，确实是比我们电动车多上100倍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做环保。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品牌厂商，然后提供了赞助了那个电动机车，然后如果透过我们彰化县，我们淘汰一台旧车，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加码，我们只需要30,000出就可以取得这样的一个摩托车，这部市价是51,800。淘汰的议员来，议员在现场哈，来，等一下我们议员，两位议员一起入境。好，加码就是11月11号以前，所以除了我们县府，还有工会，还有机车啊，我们的机车三方一起哈，这个特别。最高补助19,300之外呢，我包括我们工会和你的机车厂的三方的目标哦，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实现地球公民，减碳有你我 ，Love you， 彰化更美好。好，赞助热情加码抽，好，来现场嘉宾、小朋友再次热情掌声好不好？今天有包括我们 FB 打卡安南送好礼，以及我们的游戏闯关来寓教于乐，盖满5个抽章就有来送加持哦，加持的这个我们的。